老师, 请救救我们。 老师又陷入昏迷了，斯路德全队优先掩护主舰。 当然。瞌睡虫，睡爽了吗？老师，夏洛这次表现得不错吧？ 奈娜这次的援护非常不错，小菜一碟啦。下一站就是波加兰德了吧？接下来又是个麻烦事。夏洛，不会又要哭鼻子吧？真是的，娜娜你欺负人！法尼亚，欢迎回来。 而是一声呜咽。他们顷刻间布满天空。自此，人类失去了生存的自由。被称作斯路德的少女们，将一纸化作羽翼，守护着残存的人类。经过了漫长的战斗后，人类终于获得了一种可以阻断一生体感知的造物，并将之命名为“帆”。 躲避在帆下的人类，却逐渐忘记了斯路德的重要性。现在，我只希望能尽我所有可能，为驰骋天空的少女们在阴霾中点亮一盏灯火，让他们有可以前行的道路和值得牵挂的归宿。世界终会走向新生。
维拉，我的名字。现在的我只是服从于你的战士。等到这个时，导师，你找我吗？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，我就先……不，我还是陪陪你好了。稍微有些习惯现在的生活了，不得不说，你做得很好啊，搭档。嗯，为什么是搭档？不要在意，只是将合作者换了一种说法而已。嗯，战斗方式，这可没有什么复杂的理由。不能做到快速汇聚元能击杀敌人，就只能被敌人击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粉碎敌人，万无一失的角色。